哎、欸，不对，我觉得应该找一只奎异化的吉龙来打，可是觉得只是刷个玉的话，打又很亏，你懂吗？我懂啊，可是我就那个等级还没上去。对啊，哎、欸、啊，如果刷一般的奎异任务有吗？还是就是要刷奎异的那个调查？如果奎异等级的话，一定要刷那个探究才有。哇！是的。所以才很尴尬。嗯。好，我去尿尿。好。啊，好啦，我尽量砍尾巴啦。尾巴，嗯，对啊。聞かせてくださいね。我在用我的东西。你用啊。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。完了，原来我的桌子这么小，我的素材也好缺哦。不是很正常吗？才玩多久？嗯，我觉得蛮久的。没有，你跟我讲说你不缺东西，装备全部做出来的，我才会不开心。那就不会有陪我玩的那个部分了，是吗？对。去了。嗯。怎么了？我想说，我为什么不能准备？原来已经进去。你慢慢看啊。我还在挑我的装备。对啊，我说你慢慢看啊。安安，乌鸦安安 ，SL 安安，蚊子安安。麻子安安，没有，那跟你讲麻子，那天就是想说，你怎么一个人在玩进入？然后我明明27号那时候敲你，一直不理我。我想说你的痛痛兵应该走了，来陪陪你。结果殊不知你一直没理我。你跟朋友玩哦？没事没事没事。他、啊、玩到哪里了？玩到秋天了没？我最近心情很差，不要找比较好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要跟我说欸。我换你心情差了。
機爆弾置いたよ。欸，他是不能这样子爆，欸，好烦哦。第一次玩到冬天，好玩。冬天怎么住都不能做，就是下地洞或钓鱼。你以为他吼的话会把那个回复的打断？对吧，啊？没有，他有一个大吼。哎，欸，干臭猪！不好意思，欸，可以出去一点吗？对，就这样子。好，软软的，软软的，打他，打他。他奇迹软软。效果到现在还没起到，哎呦！骗子！艾玉拜，艾玉躺好，这时候其实躺好就好了。抽不到。做什么装？他的腿，没，霞龙的手。我以为我有，结果看了一下是机查，机查龙的。我比较常在哪直播啊？最近就突起呀。等 YT 的话，等那个啦，等后面再说。看我，欸，他快可以抓了，你要骑他，你抄他，你抄他，我抓。哦，有抄到了。
好难控哦，我的问题吗？你的问题。我怎么这么懒？就是按前跳就好啦。欸、不好意思、欸，哎，我是你。骂错人了。好，你跑来撞我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不能放？陷阱太近了吧？哦。有了有了。我忘了、欸，就是霞翁的手，哎，番茄，啊，你不知道去排那个，排积分。登格啊！其实我是觉得可以去打奎异化的。为什么？正面去刷那个奎异化的东西。可以啊。哎，关台，关台了，关台了，各位，感谢各位今晚收看，关台了，关台了，关台了。哦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鱼陪我这十分钟，谢谢。我们私下其实有多刷了一下，关台喽，关台喽。喂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这是大鱼第一次的出配信，谢谢。要关了没有啦？等一下啦，先做装备做出来看可不可以。生产防具，这个啊，这是霞龙的手啊，没有错。等一下哦，霞龙的手勾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霞龙的手，霞龙的衣服，霞龙的脚。哦，好好好。金黄纯腰甲。啊！腰，天哪！啊，好点再升。等一下哦。好了，我的毒片手的装备做完了。喂，怎么刷奎异化装备？让我笑。哎、欸，你要不要一起刷啊？陪呆鱼刷，你要不要？啊 ，HTT， 还要找你，可是看你消失好久了，想说我是不是看在我过气的份上，然后不理我。装备，穿脱死。我现在超装备的东西啊！好，认动，认。不好意思、欸，要答一二、欸，哎，8:30要遛狗啊！每次都这样子，你每次都这样子，答一是不是就是这样啊？
欸，不是欸，打一场打人猪。玩笑哦，进入奎翼装备的噩梦吗？还没，还没，别想了。在幽离子还没一起玩的时候，我是不会奎翼化的。走四三。啊！我觉得手势，嗯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有个珠子，我一直很就很怕很尴尬。哦，是因为是四的关系吗？没有没有，那个是要防御成功。哎，防御成功，好啦，防一下，我怎么会防？啊！看一下哦，虾皮要几个？螺丝要两个。蛤蜊，蛤蜊，蛤蜊，操心。那可以陪你打了，不用打我的了，打你的。不好意思，没有，我在想那个一等香香的洞是什么？打一，打了你。哦，坚若磐石是什么猪？磐石猪吗？是可以找。哦。好，先这样子，我好了，可以陪你打了。好。哦，你点。
分辨名称。不常防御的话，他是说防御是按盾牌防御还是那个啊灭龙级啊？我后面再改分辨。那你接啊？接了吗？没耶。你接啊？你要打天慧龙。你要打天慧龙？对啊。为什么？我的装备要天慧龙哦，那打来啊！可是我很懒耶，我觉得我会很快就冒了。快打，慢就打，打就可以练。雨桐安安，哇！你知道他在我今天下午在挂那个火堆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旁边一个樱花妹子在那边旁边在等，我想说应该挂满了，然后起来看一下。然后他说：“终于等到我了。”他说：“原来是等你啊。”对，他说：“从等我等了两个小时。”我说：“有，其实看到旁边又一直有人。”好沉。面容级跟精准防御可以触发，哦，那没问题了。其实不用特地等教主，其实他上线就会。送火啊！看到送火在上线找他就好。对你通知有看到繁星在送火，马上冲过来就好了。对啊。啊！哎，特地把贝壳推到我旁边，不用啦，我就是故意坐在那个萤火跟贝壳海滩的中间，这样我就可以吃到火了。谢谢你哦。我没吃饭哦，没事，我傻了，是不是不想玩？不是啊，我就想说，就想死忘记，进来是可以吃。你都坐在椅子和萤火旁边，可是有些海滩上的那个啊，你吃不到啊。海滩上的贝壳你会吃不到啊，你会漏掉。嗯，那好像又走错路了。我不知道他是谁。对，你在哪？天慧龙。上面。
欸，不好意思，天慧龙，我快到了。要走了吗？3P 那么小，3P 这很危险哦，很危险哦，喉咙会打人哦，小心一点。你骑轰，你骑，哎靠！算了算了算了。哦，打他喽！太乱了。你打他就好，为什么要连累到我？就路过。完了，我会不会输？飞扑啊！啊！我怎么会没飞扑到？我也没拿喝的。哦，我有拿哦。好扯哦！而且原来天黑龙这么难打。你被带上来是不是？被发现哦，好难哦！哎、欸，我当时天慧龙自己打哎、欸。我很想念大佬大佬们带着是我。不要！两下哦。跟我想象的天慧龙不一样。他要走了。东西捡东西捡东西。还行吧。还好没猫。你们一起打，然后我还猫了。我是跟你打的哦，你好好带人家怎么解析天慧龙怎么打嘛？碾过去的，人家玩什么？没事，我很享受那种碾过去的。那你要靠你啊，你带我碾啊，有点难呢。怎么会嘞？我的装备这么烂啊，我又没有技术。拿弓箭呢、欸？箭手箭呢、欸？记得那时候打天慧龙是带什么？那时候我是在用狩猎笛。
败跟想象的不太一样。拜拜！假的，不要！打他胸部，打他胸部！打他的头没伤害，好扯。中间打他要打亮那个地方啊。等一下看笔记，他看他哪边落弹药。艾雨拜，艾雨翅。他的翅膀一干。下一区。还好吧，真的还好啊。嗯，有人当那个坦克的话，我觉得单纯输出来说是还好。可是他一直看着我就不好了。你要他哪个部位啊？你没有翅膀吗？打胸部，打胸部。没了，不是，不会了。打胸部，打胸部。不好意思，我耐力没了，我等一下回去吃肉。哎呀！哎
干嘛？他想打我是不是？不是。这样短短34不玩了。哎呀！我觉得我的手把都快被我玩坏了。再买一个喽。我按的超大力，我整个超激动的。我也是啊，之前玩。跟尤里他们玩的时候，手汗超多欸，又是手汗，然后又是激动，手汗超大。我想说，再这样下去，手把快坏。好了，去拿喽。我今天还可以去玩啊，玩什么东西？你说你要进来玩哦？哎呀呀呀呀！他是想打你，他看上我了。你啊，你来啊！只想看，怎么我你的眼里只有我是不是？你是因为黛玉才想跟我玩啊？你一直因为黛玉？什么鬼东西啊？嗯，什么鬼东西？番茄期待一直断，我死了、欸！有我看到了，所以我先走了。你快跑！你快跑！你快跑！我在收武器，跟他跑步。我的药都喝光了，请问你先回去啊？可以放我回家，可以放我回家。去跑啊！你往回家跑啊！你继续跑，继续跑。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你说什么？这一场就只有两个人，应该是四个人吗？我是把包吵就好的嘛。我以为我会躺好。不要了。
哎、欸，你关台了，感谢。人家叫你色狗，为什么？我说要叫你色狗啊。感谢 Red Blue， 我现在才知道你的名字是这样子叫的哎、欸。繁星老师，为什么是老师？不好意思、欸，为什么是老师？你叫你碧露就好了。哎、欸，你那是念露还是露吧？露吗？还说可以破音机。他是色狗，没有。世上最色的动物绝对是兔子，别怀疑。狗狗什么的，会被兔子按在地上摸的。下一个，哎、欸，跑掉了，跑掉了，分三千，乱讲，拜托，我也是兔子哎、欸，拜托，帮你也是兔子，没事，你看，我们一起把那只狗按在地上磨，没错吧？这合情合理吧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也想？好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吧。开台辛苦啦！啊，我以为开更久哎、欸。啊，没爆。我有。是不是很简单？简单。明天要早起，不然我要开到9点半。对啊，我记得你都是这时间还在开啊。感谢揪团啦！感谢揪团。报告，大厅进不去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是啊，你连 DC 都不来，你也开台辛苦了。不会啦，再几天我就还邪教养了。再几天，他跟我说找不到大厅。那看来没办法跟你玩了，有点小开心耶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对，待遇。是这样吗？是不是在？就是因为昨天我跟番茄在那边打了啊，所以你在那边生气？没有啊，他一直打断我跟安妮独处的时间，没有啦。我昨天什么啊？昨天没干嘛、啊。哎、欸，你要不要 DC 先进来啊？邪教养，我们到时候一定加入。来啊来啊！我跟你讲，谁敢选兔子以外的教徒，我通通拿去献祭。这是我已经定好的规则。选兔子以外的都会被变成肉跟骨头。那、啊、你是哪里进不来啊？找不到大厅啊。你进谁的啊？进你的、啊。进呆鱼的，进我的干嘛？我指定没上线，你白痴哦、喔。我没有呆鱼的、啊，所以直接给我那个大厅识别码吧。这人这么麻烦，看一下啊、喔，怎么给啊？找猫嘛， okay. 对不对？我给吧，我给吧。啊。吧我们是要刷奎一等级的哦、喔。我也是要刷奎一等级的、喔，不然我奎一等级也是70级而已。黛玉，你赢他了，黛玉。你知道黛玉超强的吗？黛玉已经120了、欸。大眼，大腿。对，但他只能接70级的，
等级七十级的傀儡等级。听他说，不如听我说。听他在那骗。来吧，刷接你们的啊！我接的，你们都接不了，打不了。番茄几等啊？HDD 说你们也一样的啦，而且 HDD 说大连区狩猎经验比较多。哦，不是有特殊条件那种比较多。最多的是大连区狩猎。单语几等？七五。多少？七五。我瞧一五，吓死了。这个养乱很高，应该很高哈。大连续狩猎哦，一十七的大连续狩猎，不好意思，小林，一五啦，我都不知道你有开台，那天看你在幽离台揪团，我想说那应该假的哈。单语最高是几等的？六十。那我接七七的这个。我不行啊，我只能接七五的啊。没有，他说他接。嗯？不是啊，重点是我七五也打不到七七的啊。可以吧？你可以进来吗？你先进任务吧。重点是可以进任务就好。要不要贴有主播的贴图吗？我会心动哦。欸，可以耶，居然就可以啊。哦，我记得是可以的。这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？啊，自己顾好自己啊！可以啊。嗯。那个鼻波鸟撞墙啊，撞到墙壁了。你撞到墙壁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我石头。不好意思，不要再打了，我想挖个矿。他对墙壁壁咚呢，这只熊。打啦！没有！你要下去面对他了吗？我害怕，我先关个街。你可以打了啦，再捡个东西就好了。
他来找我了。好，差不多了。嗯？他跑哪去了？哦，他走了十号。再走吧。我走了十号，天哪、啊，呆鱼。那、他在你后面嘞。我没有乱讲话、啊。嗯、啊，怎么飞不上去？你不要偷摸我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听到他的惨叫声，犀利！怎么昨天听不到？很可惜是吗？没有、啊，你昨天会惨叫吗？有啊，我昨天被针对，我昨天被针对，然后我直接在那边骂脏话。我知道啊，他说大约不用理他，好好玩你的，我都有听到。有啊，那时候就打很烂，然后就被骂了。那一款游戏还是什么样子？正常吧，那些游戏就是这样。他太好晕了吧，可恶！但我家狗在旁边是吼，不帮我打，很容易晕嘞。这只就很容易晕啊。杀粉了，谢谢。但他还是比较爱你的，啊，所以安妮让给我吧。没有，我没有。不是，你这样还不成全我跟安妮？天哪，安妮，我在你家看台。他帮黛玉杀粉，不帮你杀粉。说我再不帮黛玉杀粉的话，你又会追我，是吗？就怕被你嘴啊，所以我才杀分。你不喜欢被我嘴吗？不傻、啊。安妮还行吗？黛玉你还可以吗？黛玉，黛玉你要死哎、欸！黛玉，屁股不要对魔物，黛玉快跑！我不想，那时候就在回避那个。为什么他这么喜欢看我啊？不要看我可以吗？他说好，然后他走了。我就叫你来看，然后叫我不要看你，你追我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然后这个贴图就来了。那我喜欢你。爱蚂蚁，怀里好蚂蚁。
不死绝哦，天啊！他走路都是公子。咦？不好意思，熊，我在这里耶，熊。对，熊，拍死他，拍死他，拍死那个人。对，番茄，你还行吗？番茄，可以，我可以。好，那不撒粉喽。好的，我可以自立自强的。好。我抓个羊。等一下，哎呀！哇，可惜。不好意思，请多指教是什么意思？你要吃什么？没有按错。我想合成弹药，不小心按错了。哎，你很笨哎，我是你就咬到番茄了。他就是熊，你还讲他多聪明？他是只聪明的熊。熊，我帮你啦！看不下去了，看不下去了，熊，我来了，熊。等一下，放开手中放狂好吗？不是啊，我出了内鬼啊！啊，好了，然后我去补个弹药，打就是把弹药打完了。打十分钟啦，你想一下哎。哇，这招好硬啊！人家首领耶，大哥，我小看他了，睡着了。こいつの餌食爆弾置いたよ。好，白痴，用错技能，哎呀！放炸弹，放炸筒是我，不要追我。怎么讲的？好像你没放一样。我只放起爆龙弹了，那又不是炸筒。
为什么不能挡？是不是？好细哦！卡墙。不好意思，你后面有钢铲，我知道。
两只气炸。你们是没放大招？有啊，刚刚放大招我放啊。哦。我没有捡翔虫，有点可惜啊！就跟你讲说，你那个要么就关掉，要么就怎样的啊？没有，我说捡那个必杀技加成翔虫那个啊？对啊，啊，你就是直接射，一直射，一直射，射到人家骑乘上去，当然会没捡到啊！不对，你怎么会知道你要不要骑到？啊，你们两个去哪里？要乱带路哦？对，去哪里？啊，你先。啊，你用狗不一样啦，我用跑的。哦，飙车飙车。哇，没体力了！天哪，我体力干了。待会去拿东西吃。光转不回，这血都快被扣到没了。干嘛？累了。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玉龙来了，我帮你。嗯，帮谁？帮冰玉龙啊。帮龙。问那么多。嗯，他在吃东西呢。哇，什么鬼东西？屏幕蟹。我有，我怎么不能理？嗯，你是想要我带你飞，这样啊？飞高高哎、欸。不好意思，我真的是挡到了，还被拍下来，我判定有问题。不好意思，要不要收手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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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部都是葵花，我想说，我还想说，不准你再说我想说了，好不好？你连想这个都不能提，我以为也不行。召唤一召唤到，哇，吃肉了，体力干了，天哪，萎缩了，我胃萎缩了，没办法、啊，还行吧，打两只等于刚刚的天辉龙、欸，有感觉到，刚残兽11万，最后一只。我去错营地了，白痴哦。
谁说？啊，失败，不该坐这边。快打，快打，软了，软了。打那个阿切，对，阿切玛尼的，阿切玛尼的，他笑你，他笑你，我没有，阿切家的狗玛尼的，我一个爆破狗，要没有？他带爆破，你身上爆炸就找他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我也是，我也是没听。我刚刚箱子里面只剩下一块肉，三块肉，让谁吃那么凶？这真的很缺、欸。我知道啊，我没有怪你啊，怎么了？你就在怪你吗？没有，只是按事实说话而已。最缺体力的拿两份肉，没错吧？那请问刚刚两份肉是谁拿的？番茄还是带鱼？哪一份啊？那就好啊，那就好啊，那就好啊。带鱼还在发育啊，都给带鱼吃啊。回家那来的全熟肉出来吃了。也是啦，跑那么多，要干嘛的？不为了成全。不知道已经放了几个月的全熟肉，终于可以在这个时候吃了。打番茄，然后你爆炸身上，在看你有带鱼，好有，哎呦好快，对对对对对，打打，我到底在跟几个人打魔物啊？啊，攻击，哎呀哎呀，你们在魔物那边是吧？太嚣张了是不是？抱歉啦。摸个刀了，春梦安安。
一点安安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你不知道谁生日？知道。不知道，反正就跟着你喊。哎、欸，我没钥匙，救命！拿个喷吧。呀！呀！救你了！救你了！救你！什么？什么？天哪！我们看过他使用这招了吗？有啦，他有啦。没有啊！我真的第一次看到他使用这招哎、欸！我认真讲，我真的没看过。我跟你讲，有，绝对有。你拿太刀的时候，绝对是你拿太刀的时候。哎呀，我好饿啊！怎么办？我知道回去拿全熟肉了啊。可以回去，他在我们家门口。我知道啊。家喽，拿东西喽。吃肉肉喽。完了，会熟，真的会熟。这是会死的哦。哦，狗救我了，谢谢。刚刚丢两个粉尘给你，有小粉尘，我知道，对不对？好啦，至少你有丢了，不然我们辛辛苦苦打到这边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还是一个人，对啊，但这只有点太嚣张了。备用陷阱玩呐、啊。看一下。今朝救的啦！哎呀！一趴，一千滴空。哎呀！原来番茄是会撒粉的，没错，安妮，他是会的，他只是想或不想的问题。安妮耶，番茄认识一下，他叫安妮。他的影片，因为看不太懂，都会多看几眼。不是慧根不好，是声音太好听，想多听几遍。我打到鬼火鸟都生了，呀，体力都已经没了，没了两次哎，好干哦。倒是蛮好奇，这打下去是升几等？嗯，怎样看啊？不要按太快，不要按太快啊！
点数上升两等，七六到七八，对吧？嗯，我是七到七六，哎，七一到七，你不是刚不是七五？七五吗？你刚说你七五啊？哦，忘了。嗯，我会忘了。然后我就没有再点了。三十分钟打一级半吗？我怎么才升一级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看看哦、喔。对，我七六而已。为什么？其实很多了呢。嗯，是蛮多的了。你知道回忆等级不好练呢、欸。不是啊，我打魁一任务打得快，还是蛮快的。哦，对啊，按你呢？如果你要一只一只打也可以啊，单一只魁一的话也可以。七十八等。因为我看到他那个北一探究。他的研究委托那边、欸，他打他的那一只东西，他可以调查点数奖励成一点七倍。哎、欸，所以打一只来说打蛮快的。对啊，所以你要的话就打你那一只啊，你要的话就打你的那一只啊。嗯，那、啊、番茄那一只是什么？小番茄啊，嗯，如果要打的话，也是刚刚七十八等的吧？是啦，就是回忆的魔物是什么？研究委托的魔物是什么 ？Let me see see。你要问安妮。角龙六十一等以上。啊？角龙六十一等。恭喜。问安妮啊，我们要怎么打才可以把那个回忆等提升比较快？硬打。没有，我问过 HTP 啦，是大连去狩猎啊，打好久，半个小时。他、啊、不要就一直一直打、啊。大连去狩猎中，其中有一个是委托研究委托的算吗？算啊，啊不算。啊，算啊。不是你，他就是要回忆化的什么什么什么。对啊，如果说大连去狩猎里面有这个的话，我扁你哦，听得懂吗？好，你魁异化的毒狗龙，那请问你中途会有魁异化的其他魔物吗？嘿，嘿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不算了，知道？又没有啊！你看看你刚刚打那个抓冰鱼龙的时候，哎、欸，我以为都是可以那个呢，都是魁异化的，有没有印象？有。刚刚那是首领青雄兽，不能抓啊，懂了没 ？OK。不是啊，你有没有懂啊？懂啊，我懂啊。那你是不是讲了我以为？哦，我没有讲我以为。哎、欸，我已经很尽量去改了，不要这样。没有啊，你不用为了我改啊。不知道没有啊，只改一下、啊。之前就有，其实也不仅反映这件事情啊，多人的、啊。还反映啊？家长啊，巴拉巴拉的家人啊，都会反映家长，你好事哦。你要打那个啊、喔？我大连去狩猎只剩下这个、啊。那混呆鱼有没有啊？呆鱼好像的比我低等吧？没有。那我们先打一只一只的好了，真的打太久了。那呆鱼先接。有天狗兽的吗？反正刚刚你们打三只加。零零加加 P T S 点数，我打一只青龙，所以如果打得快的话，打一只真比较快。哦，打一只吧。我看一下，你要天狗兽？哎、欸，五十一等以上的。我看一下哦。为什么加零零？都是谁？零零零零有开台，为什么要加他？他不是跟楚师庙在玩？没有，我这边没有。哎、欸，七兔哎、欸，我去
我去挂个塔。挂塔挂塔。那边有吗？我有，你们不能接啊。他只要他那个等级以上就行。我接了，他不能接。50一等以上，然后就是没办法。76等以下。好，我看看我有没有。舔狗。嗯。我没舔狗兽哎、欸。那就随便打一只单人的吧。先打我的角龙吧。嗯，奇怪，为什么我会有两个直播？嗯，没要参军啊！我要换我的兵斩斧了。这把紫鹤伞终于可以拿出来用。啊！你说什么？那好了，这把菜刀真的外表很好看。哪个啊？那是什么的、啊？焰狐龙。焰对，我觉得它这单只魔物弹一系列的外观都蛮好看的。而且长度好像跟村长的那把差不多长。屁啦，怎么可能？你有吧？来赌多少？几件女仆装？零件。几件？你不是很肯定？几件女仆装？零件。不要不要不要。中了是不是？你搞不好赢了呢。你赢的话就是我穿了哎、欸。怎么？听起来好香，但我不要。哎、欸，你开了没 ？ATT 老呆鱼的密码8787，拿你精通我再拉你进，拉什么翔虫？隔壁而已。呆鱼，你要吃鸟是不是？对。哦。我不吃鸟。你要跟我说啊。啊，没有。完了。我被江江抓走，你去扁他。哎、欸，怎么抓走？我先跟你预约的、欸。哎，天哪！我7点多就问你要不要玩了、欸。哎，天哪！以后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我走心了，我去死了。我觉得江江这样子不是很好。然后还不来看我的台。那我又摔下去。不是他中午就揪了。不是，那你就不要跟我讲说你要去遛狗。你就说你晚点有江江的约啊。你就不要随便答应我。哎，我刚刚有人想进来。谁死了？你为什么没保护他？我角龙我也没办法保护啊。我也想保护他。好扯哦！这是谁的角龙人物？我的，对吧、啊？那谁的锅？谁的角龙？是撞下痛。他在转移话题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我以为。番茄，我在原地等你好了。喂，打他打他！我好像要去吃鸟嘞，我很痛哎、欸。很痛哦，他好像打我一下，我就直接见你了吧。我还是拿片手好了。先吃个鸟好了。
太痛了。哎、欸，好烂，好烂、啊。不对，我没喝水哦。那、啊、各位，我们航海王一样，就是我们三天改，两年后见。我们两年后见了。不好意思，番茄。哎，还好你没有捡青，你还好你没有捡蜘蛛，不然就叫你再拉一次。还是其实你八点半遛的狗就是啊那个江江，这样的话我可以原谅你。你看那个画面好像有点恶心哎、欸。哦不，真的画面不好看。我都加工直接快满了啊！我的绿色想绿色鸟嘞，哇！这是草石龙。我滚不走，哦，草石龙。我零距离解放哎、欸，我跟他也是零距离哎、欸，跳跳跳跳跳！可以扛个一下了，凄凄惨惨。狗救我！狗救我！狗救我！你怎么进来了？不是你去陪江江啊？江江又在忙。
没有啦，你去陪江江啦，我没有走心啦。你要知道，你人家胸怀那度量大的人啊，当生气起来会很恐怖的，不要惹江江生气啊。没有啦，真的没有怎样啦，好扯哦、喔！开始参加了，完全不理我哎、欸，跟你一样，讲话都没理。我哪有不理你？我哪有？我希望你不理我。番茄，你还许吗？番茄，没事，我没事，我有，差点出事。你走心了？为什么？江江说他要忙了，是不是？怎么可能？我不要，等一下。哎。那么惨，往回去哦，就刚刚的地方装。哪里啊？几号区？我们七号区刚刚的地方啊。你家！对，你走对啦！你在怪我喽？没有啊，在哪里？看到了？你很烂呢、欸，不会等一下再撞哦、喔？你真的是、欸、不好意思，他在这里。不好意思哎、欸，刚刚明明可以先等一下再撞的。嗯，人不是都到了吗？阿、啊、干，你个第一下就没撞到哦。我撞到第二下了。啊，对啊。啊，还有一次，还有一次虫哎、欸，大哥。真的两次，真的。安妮，他没看你影片，安妮。抓到。看自己啊。哦，我还没看他今天的点五二，其实我去看一下。那你不用看啊，你又不会玩。因为我其实还蛮好做的啊，你用过了吗？用过了。哎、啊，用怎样？还不错啊。那我下次就看你用点我了。有时候我想要先把巴博弄到五星再做，虽然有点难，是不是？我就跟你讲说，我玩了三、啊、十几天了，还没有五星，好吗？那五星到底怎么达成呢、啊？有多久？不知道，问你啊。安妮，五星怎么达成？订阅、分享、小铃铛，加入他的会员频道、啊，你都有、欸。我有加入啊，但是你怎么还没？你看你这些东西都做到了，还没有五星，你看多难。哇，好难。非得我来啊，番茄哦、喔。他怎么会跌倒？天哪、啊！嗯，他怎么会跌倒？奇怪。哎、欸，这样也算哦、喔。
子龙。白死他谁？妖咪龙。才中一下哎、欸，那么棒哦、喔！被超了、喔。啊，五星的五星能干嘛？我也不知道。四星的话是给徽章嘛？对啊。椰子啊。然后五星就不知道了。那是你呀、啊，你不能拿你的、你的、你的。水平跟他们比啊，你呢？哎，你在群组里面说什么吗？我群组，番茄，我刚贯通二青奴新版的配装，记得去更新哟。我来了，我看了，我看了，我看了。哦哟，你不会是八点PO的吧？我看一下，哎，有了，53分钟前。不是因为他是可以走边走色走田吗？绝音龙贯通千路最新的配装，这次的核心会用到吉他龙防具给的。刚才就说用了那个绝音龙的千路走走色走田之后就回不去了。升一等，应该是一等半，所以打目标也是挺。HTT 有没有狗龙啊？啊，不，天狗兽啊？他说你是狗，没有啊？说你是狗，他没有啦，他有你们也接不了啊！你不要再问了，低于100以下的他通通删掉了。低于100以下他通通删了，好吧？跟你讲说我们有你们也接不了啊！我刚刚一直讲了，是你接你的，我还是能生。你看他没100以下的任务，听到没有？我也快没有了，80级以下已经是我的极限了。我还是只有角龙。那就角龙啊！好像三场没有达到目标就会刷掉。嗯。拉我不想听言辞，我刚刚就问你要不要进 DC 了啊，你一直不来，你走错棚了大哥，明明 Life 房下面有个同乐会，你在那边不等，你在那边等什么？同乐会锁着的，是可以进去的、喔、同乐会你再走一次，你去一下，练下去，我按不了啊，我进不去啊。哎、欸、啊，为什么番茄可以？可能是金包子吧，那是你们的那个哦、那個、有车有那个标记的人啊。哦，好，我再去。
我再去反应，抱歉，别走心了。走心啊，我走心啊。啊，江江为什么不玩？因为我讲，我在讲，然后你提，啊、他就走心了。电脑刚弄好，他还在调。我不信。他说没关系啊，你去陪繁星啊。现在有有观众没朋友了啦，这个人哦、喔。朋友了啦。我猜中了一半，对不对？是没有啦，是没到一半，是不是？那三分之一，也是没有了。他说他没差、啊。对，你看，走心了吧？走心了。而且没看我台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他怎么能看？那我把他的钻石拔掉了。还有钻石哦。我记得我记得我没有拔掉他的啊。那为什么你拔掉我的？我的钻石不见了。你根本就没有，好不好？有啦，我以前有钻石。屁啦，你以前是刀啦。刀吗？刀啦。我以前是钻石，我是刀的吗？你是刀的啦。黄老爷来了，钱就刀了。哦、然后之后钻石啊，那时候因为钻石是因为有上限次数了，以前钻石没有上限，可以随意给。但是盟友的话好像是30吧，然后合作伙伴才是下一个。哎，丢脸了！没做到，你我好丢脸。对，咬他！我被风压撞死。又一条。一条什么？我忘记刚龙吗？两只同时可以抄，这怎么办？抄角龙撞刚龙，没了，结束了。没了，来不及了。欸、不好意思，搭错枝。又拿片手剑哦！好吧，都做新的了。
讲说打钢龙反击斧很快啊，很快乐的快，打角龙，抱歉，对啊，打钢龙也很快乐啦。我们是不是有心结？我想把它从空中闪下来了，抱歉。不是啊，我刚刚也是想帮你闪啊，还是撞到那些啊。小牛安安。谢谢鲨鱼，安妮咬人好痛，安妮咬人好痛。我说鲨鱼咬人好痛，为什么安妮可以咬你？你很需要被安妮咬就对了。可以啊，怎样？安妮的话我可以。这不是 M 不 M 的问题。这样我就可以咬回去了。哎、欸，安妮有跟你讲说他的新影片会考你吗？这样，考你啊？考我？会抽查？会抽？我要做小抄。嗯，你做啊。聊聊，请问我狩猎的魔物是哪一只？鲨鱼，站住！狩猎的是鲨鱼，吓我一跳。鲨鱼。然后呆鱼他是到刚刚开台前才做了力量护符那些出来啊，你相信吗？他跟我讲说包包不知道放什么，我就说好，我看一下，看了一下，怎么你包包那么空？看一下，哎、欸，啊、你的力量护符什么力量之爪那些嘞，你怎么没有做？他就说那是什么？我根本没跟你说。啊，他们跟你玩的那群都是害你，是不是？都害啊，都在害呆鱼啊。啊！月之行，不好意思，这是在干嘛？我要按 A， 我要按 X 按到 A 啊！啊，活两个小虫浪费。水月之行。两个小丑，我听了什么？你刚刚听到什么东西？他说我是小丑。不是啦，我说安妮呢？可能是咬人的部分吧。哦，咬人的吗？就看是咬哪个部分啊？对不对？要小咬一下还可以。咬太大力那就不行了，我会咬回去。我这个人很记仇。几分几秒？哎呦，有13分钟哦！
彗星流，无魁蚁，攻击流，召唤体，召集啊，飞虫，实战四分台 solo 叉。哦。不愧是我的女神。哎、欸，不过你今天不是原本要直播吗？谁？哎、欸，你啊。我也以为他今天会玩魔物猎人。我也以为他今天玩魔物猎人。你看，你又讲我以为了。不是你学的吗？我学什么？你跟我学什么？我以为是你比较常讲，还是我比较常讲？我啊。对啊，啊谁谁学？我骂该骂该骂。啊，开箱。我不信。尽量的啦。我不信。还是角龙呢？你可以打，可以打呆鱼的啊。对他还没听过。呆鱼，呆鱼，你的任务换了吗？我看看，也是一样。哎呀！哦、升到78了，还蛮快的。またお越しくださいませ。好，我要拿片手。好，我要去厕所。干嘛？你是为了押韵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好像。正在下面呢。
他咋跑上去啦？口干舌燥，想喝水。要不要？旁边有红色强虫，你帮我拿好不好？那那那就没问题，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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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问题。还是这边几个强虫。想要碰瓷啊，臭角龙！你那是重的还是轻的吗？我吗？我吗？我轻的吗？哦，三二宿舍。
坏事，你有捡金翔虫？是没有。不好意思哎、欸，是不是很不想赚任务啊？当我上线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到我没有捡到。你确定吗？嗯、我看你没有收枪哎、欸。哇，安妮的影片怎么看不腻啊？再来听一次。霸体加减伤的效果，让原本一摸就猫的脆皮千斧手生存。哎呦，他走心了。他花一分钟去做小操啦，做啥呢？一分钟看15-30分钟的影片，他好猛哦。2.5倍速快进，不止了吧？十倍速了、欸。特卖。今日はお得なセールだよ。おお、吹いてるね。ご利用どうも。你看我的手把就是会这样子漂移，而且有时很明显，有时候就是慢慢的。那时候在超龙的时候就是会这样子转圈圈呢，对吧？其实我的手把也会，所以有时候在跑步的时候，我都还想说，嗯。我的左边魔秃头要跟着跑。你的是蓝牙的吗？没有啊，我插线。我通常只要是这样，我就会把线拔掉。没有，我通常这样子，我只要这样转一圈就好了。他往哪边转，我就往那边戳就好了。他逼我看右边，我就往右边看一下啊。好了。61以上啊，毒妖鸟，嘿，61以上，嗯，好像一只毒妖哎、欸，不是连续狩猎，61以上，可是86你不行对不对？不行，你直接看。
行。好。我爸，等一下。你不要哭，你刚刚跑去哭。嗯，哭什么？刚讲我什么？啊，没有。刚刚讲什么？自己去看我记录档。自己看啊，又骗到一个看记录档的人，好爽。啊，我都换了，变成吉隆了。吉隆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打。嗯，还好啦，吉隆我已经刷到了，还好了。我看一下我的任务有没有，没有哎、欸。大鱼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大鱼要毒妖鸟，你有没有？毒妖鸟60亿以上。6亿以上的毒妖，没有。好哎、欸。至少不用打角龙了。那我的已经换了，换成吉龙了。不、啊，我说至少不用打角龙了，听不懂。哦、对，没错，我刚才没听到那个至少。啊！但我也没有吉龙的任务啊，你们有吗？你接不了啊。对。你可以不要再问我们有没有好了吧？我们有，你接不到。哎、欸，我可以，哎、欸，不行。啊，正有的是你不要。随便打个什么啊，就把那个刷掉就好了。哎、欸，你他妈的，我也不能接你的。没人可以陪我打、欸，哎，难过哎、欸。我快可以了，好不好？我98了。要不然就把最高的那个打一下。哪个啊？什么东西？不然就是打，就是有没有比较低一点点的吉隆，就是从就是没有啊，上去啊，低一点点的吉隆哦，就不一定要。像我的话，我可以毒妖鸟60等的，然后打一下就会上去61。那你就有，你就打、啊。我就。然后欺负靠腰啊！你这任务跟我的一模一样哎、欸。对，可是他很靠腰的，就是他是差一等而已，61以上就很傻眼。狗狗改做麻痹的啦，又僵尸在唱歌，什么？我现在才看到，可恶，他哪唱？我看到了。按错了。我看错了。很好唱，没有啊 ？DC 群吗？不是吧？也、欸、真的是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他有在唱吗？好家子，我有看到了，他们在，好扯哦，为什么不开台？没有啦，直接关台，直接去听了。好，我要关台了，受不了了。好，大家拜拜。大家晚安。关台，看他首次加入留言，有僵尸在唱歌，不能忍。你那边待太久，他们都会想要过来跟你讲吧？啊？我说你在那边待太久，大家都认识你了，所以有什么事都想过来跟你讲。
没有啊，因为我们就开始共同的观众了。对，看他们的也会过来看。对啊，我在那南西亚那边都是看到类似都是隔壁的观众了。嗯，像番茄就不用讲了啦，都是十个里面有九个都我认识的。啊，直接打好了。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不是泡泡，就是迪恩，就是带鱼，就是还有谁？林瑶瑶有吗？小妞也有，克罗也有，西米也有。哇，这个装备好像真的不错哎、欸。很高。我很高，没到很高啦，乱讲。真的是没有耐冲啊！
谁？你？你啊？啊？黄伞啦！还特地自我一发确认一下，怎样？确认一下。你说什么？你会顶一下，顶一下的。他、啊、看一下他网络有没有延迟啊？你看起来是怪怪的，有没有？真的是看起来怪怪的。有没有人停一下？停一下还是怎样？还不错哎、欸，欺负小木好玩哎、欸。老板，幺幺没有啊，说回去在番茄台看到谁？我当然要幺会啊，一定要会的吧，都带你跑图了。不是谁？我在哪？哦。要回来了吗？对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他可以，哦，棒，高棒！认错龙啦！认错龙了，他打到黑死龙去了。废话，不然这边还有三只龙。狗龙。啊，他们的毒药可能没死。是毒药鸟形态的钢龙，还是钢龙形态的毒药鸟？过绿毛虫形态的裂缝车。第三只龙出来。啊，没闪到！
的气，我的气，我的气，我的气，去摸摸你家猫的球啊！我在摸了，我刚刚没收到，所以我没摸到。啊，好了。来了！啊，怎么那么卷？我把他拉进来，小事。啊啊！怪怪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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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怪怪的。不要，小猫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哎、欸，恭喜！我是在公司。他有没有拨尾巴、啊？没有，他好像来不及了，二十秒，他飞过来再跑过来已经没了。哎、欸，还是不要过来好了，只会难过。难过，那个尾巴是天顶的，你竟然没挖到。他更难过了，哭了都。再见。懒游戏，再见。再见。开放要素，有嘞，多了几个六十的呢。有了毒妖鸟，六十二，我也是六十二。你的是单只还是？我还没出来，你看得上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不是，因为我在看了。哦，我在看隔壁群啊。嗯、哦，我来了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哦，不知道你的了啦，是吧？毒妖加电龙，看小鹿了吗？没有哎、欸，麻烦姐嘞。我拿到满乐跟飞天狗。哎、欸，我也是满乐飞天狗哎、欸。
是不是大家都复制到一样的？有可能哦。满二六十一等，零力零报酬五次力竭是吗？看一下，那不好像不是。没有，我的满二六十四等，水墨零五十分钟。哦哟。继续打也可以啊。就继续吧。几点了？嗯，十点半，不然打到十一点啊。好。好。快了 ，TT， 我快上去了。加油！这样，没看好我是不是？给你升上来好久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坎坷的路啊！我想这把如果，我其实那时候在想说毒的在哪，斩斧，我骗手，没事，毒斩斧好不好玩？嗯，不可能。白痴，原来是螃蟹在打我。他好开心欸，开心到不行。哎呦，我没耐冲了，樊姐。你不要靠近，你靠近他后面，你走到后面射他，他也没耐冲。对，我也没在说。哎呦！你当你要讲什么？讲什么建议嘞？怎么后面射他？牛逼！厉害了！你有好几次解决问题，解决问题的人啊！我走，我走，我走！
我刚才看到你在我面前，我停下了我的枪。有我看到，所以我先走了。小草，两边我都改好了。好、啊，没了，没人抄。番茄不是都喜欢抄，你抄怎么这次不抄？我很不爱停下我的枪。没必要，没必要，没必要。在等你了，好吗？那我说，又可以抄了。好，等番茄我摸到。我刀给你，对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走回去了，好爱吃。好，我看到了。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你了，在我面前填装。了不起哦！啊！这次只好。夸奖你一下了，谢谢你段伟，没有你，上一场没有段好不好？我知道啊，你上一场是斩裂在打、啊，我都有在看啊。我跟你讲，我拿片手剑之后，我的视野开阔了很多。讲真的、啊，我拿片手，不知道为什么拿片手我可以注意血量，注意很多贼在我旁边，然后在干什么，像番茄。我注意你，对你刚刚明明就没有收枪，直接给我直接射魔物射上去了，你想骗我？欸、你就你，我没收，没有收啦，认真，我没有怪你，好不好？下次小心一点，魔物很脆弱的。解了心结了，怎么会有心结？怎么敢有心结？对啊，跟他有心结，我后面怎么活？有了他，我游戏上面真的省了好多，还小。你知道之前，我就觉得要买吗？然后他就下一秒，哎、欸，教主你那个有吗？我就说我没有，就直接来问你的。没有。不过那个什么巫师那个发型，我跟你讲，你下次真的看你就知道了，你一定绝对不会想，你买了也不会想要戴的那种发型。应该知道，巫师帽小号有啊，不是巫师帽，是巫师有一个发型，蜘蛛发型，蜘蛛网的发型、哦，那个你也觉得很丑对不对？很丑，那就是你头发往上抓，然后旁边剃掉，然后剃一个蜘蛛网的造型。我就说那个
是我就算买了也是绝对不会带的那种。我想说，不然明年再说好了，明年看搞不好我很有自信，我可能就买了。有点像八加九，或者是飛不是说八加九，没礼貌。有点啦，就很像那种人会。没有那种，就是叫很有自信的发型啊。真的，很有自信的八加九。自信八加九。就早期贝克汉那种发型，然后旁边剃的是那个蜘蛛网。蜘蛛网，放那个什么？电诺磐石是不是它有耳塞啊？你就算剑切那时候也没有用啊。有啊，还是有啊，还是有哦。因为我有时候滚过去，他没判定到我滚，我滚成功了，可是没有判定到说我发动了那个技能。呢？奇妙、哦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。猪走开，猪。所以，感谢你的注意。我说过了什么？我拿片手之后，我的视野开阔很多，我的天地之眼开启了。哎呀，可是我眼睛跟得上，手跟不上，靠腰啊！谁在我后面？暴鳞龙。啊！加 HTT。去找朋友来。他是暴鳞龙，相信我，他是暴鳞龙。暴鳞龙到，没有伤害，奇怪。那好奇怪哦！你开外挂？我拿，干，我说不要被封号。为什么？魔物打你没伤害？哇，天哪，好扯哦！是有打他不会有伤害我，对啊，没有他那小型爆炸头，没有没有，那是暴鳞龙的，然后地上捡到的，他快爆了，我忘记了，对吧、啊？没有懂，不好烦。怎样鼻子好痒？白痴，怎样？你的头发跑到鼻子那边去了是吗？皮，我想要放那个起爆。不要放，不要放了。你要放，你过去啊！你过去啊！你放啊！你放啊！你放啊！你就放嘛！你那是想放我？不好意思。那个地洞陷阱是孔明的陷阱，就跟哪里哪个关一样。虎牢不是虎牢关那个。差不多了。哎呦，陷阱那陷阱好危险哦！放什么？麻痹陷阱在脚脚那边，我放的吗？那两个都很壮的，真的假的？屁啦，麻痹陷阱还在身上啊！猫放的吗？不是猫放的，是地图上的图案。真好。就喜欢玩那种一只手就可以玩的游戏武器。不好意思，呆鱼，回来啊，呆鱼，陷阱都在这边啊。他把我炸了，我能怎么办？他看破你们的小伎俩。他想抓我，他能把我炸出去。你要跟他讲不要啊！我刚刚都没听到你挣扎。
我应该大喊对不对？对，应该喊。我走，教主救我！我以为我可以。我以为。哇，番茄爱坏了我们带鱼了。哪有？他从来不会跟我讲我以为。好像是哦，好像都是番茄在讲我以为。放了放了放了！哎、欸，然后电龙不怕吗？太过分了、喔！哎、欸，在哪？在哪？在哪？身体里啊！太厉害了吧！现在我看不到的尾巴，那尾巴差不多，视野变宽了。我的视野变宽了，但是这尾巴太窄了。我的视野变宽好吗？那个是 Uber 要搭60块的距离。靠谱！我变成双击杀。叮叮叮叮叮！隐秘队炼金工会。哎、欸，所以你刚刚很早就在楼下，是不是？我吗？对啊，因为你刚刚不是说受不了听延迟？哎、欸，因为我这开的 TG， 哦，虽然很低延迟啦，但是我相信五秒吧，有那么高、哦？有，不然就是我这边要重整，哦，因为我挂一阵子，有时候它会再往后延。对不起，等一下。最后一场，最后一场。好的。你那发型是 DLC 吗？还是那个姐妹的？姐妹的。哦。哦，都一样哦 ，DLC 跟姐妹靠样。游戏。晚餐了，还没吃啊？不是啊，你晚餐要讲啊，就放你去吃啦。没事没事，你的等级赶快称，骗的都是骗的。也是啦，要等级赶快要称，不然都自己打，好无聊、啊。有欧弟在啊？什么鬼东西？什么鬼东西？什么意思？有欧弟他们在啊，怎么了？不是很多人可以陪你打、啊，对啊，番茄啊，哇，啊，他很不愿意玩呢、啊，你嫌弃我都知道，不是，
番茄这么贵人士嘛，我怎么会找他跟我一起打呢？都、oh. 不敢呐、啊。你不讲、哦，我以为艾玉会想跟我玩之类。哦，没有啦，我没有很忙，真的可以找我啦，拜托啦。拜托啦，快没人找我了啦，拜托啦。哇，我已经快边缘，知道吗？嗯。那么可怜的。他长大了，帮我们去打雷龙啊。电龙。殊途猛进。发车，突出撞！第一发，哎呀！第二发，嗯，好狠，还要死！啊！嗯刚出来就被揍了，好爽哦！用盾冲撞他屁股往前顶。这里知道我喷吗？我跟我想象的不一样。你想什么？我以为他会往前喷，结果他往侧边喷，是怎样？好吧，挖矿。Stay。怎样？捏下来是不是？哎呦！哎呦！我拉个香葱而已，我操！不是你那个也不能放尾巴，你要放头吧。尾巴也是要落点啊。
啊你啊我在尾巴、啊。尾巴离我最近，我就直觉很靠近尾巴了。猎人也是你的弱点，你知道吗？嗯？你什么？我丢爆桶了。那我当暴鳞龙了。不要。太糟了，番茄。哪边有虫啊？你要去水边啊，那个哪里？六号、七号那边。六号。哦，这里有。等我一下，我改一下。你等人，你等人，你等你松开那个手。没有，我要远一点，比较好撞。那气哦，不是比较好撞，他腿很短，他腿很短，你选一个，他腿很短。可以了吗？撞！开心怎么撞就怎么撞。他腿很短，你不要贪，你不要贪。哦。说啥呢？人家猛的。我不信哎，我真的不信哎。对，我觉得他不信。你刚刚心脏有没有抖？你说。没有哇，那再一次。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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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哎。好扯哦，番茄。好猛哦，番茄。好，开打奎异化的克服毒妖鸟了。一条五六，好吧。哎、欸，螃蟹。哎呦，臭螃蟹。会嘞，好笑。不小心打醒。没事，我打的，那是我的。来，待遇没有错。好，他们在一起，快！番茄跟电龙在一起。不要，好雷，好电。一号营地。好雷啊！回营地喽。我今天睡醒，整个超惨。我就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最近痘痘都长在左边眉毛上面，都很浓的那一种。就是开刀的位置啊，然后今天一醒来就觉得哦，我脸就是那个痘痘位置很痛，就照个镜子，因为它就是那种，不是痘痘会有那种白色的，好像快包准备爆掉的那种东西吗？对，它超级大颗的，它只是洗个脸，它要爆掉了。然后现在嘞，没有它，重点是我没有去挤它，它就像牙膏一样慢慢的滑那个挤下来。然后它滑下来，它是甩不掉的那一种，它是要那个卫生纸还是什么去粘掉，把它那个牵下来。已经高化了，你知道吗？发炎了。对啊，就很严重啊，就觉得哦很痛，然后我去看医生，我跟医生说每次都在这个位置哎、欸，医生，我就问你哟、哦，作息怎样啊？我说啊，就有早睡齁，我已经吃安眠药了。还在那边给我啊，就是有人没有很早睡啊。好啦，不说你了，没有这样子，干我要气死。医生很懂。我就说好啦，我知道很没说服力啊，可是我真的有很早睡啦。做完早点再睡啊。做完早点再睡，好。他妈怎么一直在看着我不看你？不是啊，没看你的时候你也没有讲话啊，只有看到你的时候才会讲啊。是吗？待遇也是啊，射的爽爽的時候。我说电龙。啊？我说电龙。对啊，我说电龙啊。哦，我说电龙。好，看我了。哎呀，不是啦，我不会说啊，我都是通常被快被打死的时候才会说、啊。救我之类。没办法，电龙来，我他只打中我一次而已啊。哦，回避距离二真的很爽。带鱼跑，哎，人法。
通灵之术。45。哈哈。黛玉说他想做麻痹的功啊，我想不用，带麻狗跟麻痹瓶就好了。对，因为我有讲啊，你一场狗还是什么，你最多麻4次5次，你第6次那根本不可能。从玩麻2次就差不多打完一场任务了。对啊，所以真的没有必要为了麻痹去叠麻痹。对。麻痹就让他送的顺便的就好了。他可能觉得说带麻痹可以控个更多次。好像出事吧？我帮你挡，帮你挡，帮你挡，帮你挡。有没有？这个踩到我旁边没踩到我，在我手。这边没虫了吧？我待遇没宠。我说这附近没有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。问号怎么办？干我问号。这边。Excuse me。抱歉，抱歉。多拖几下吧。下来，好，摸个刀。刚传说在那里，有没有想法，番茄？没有，那就是15000了。对，刚传说有想法也是不简单的，对吧、啊？他果然只爱金狮子，我没有爱金狮子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！好多饮料，好多饮料。我被打下去了、欸，啊，是我下去了、欸，他还在上面，上来，我上来，啊，差不多了，嗯，啊，我的，我嘞，陷阱是不是打到三三、啊？哎、欸，陷阱歪了，陷阱歪了，陷阱歪了，歪了。想说，我怎么爬起来是看到猴子在战斗，但是金刚在抖。哎呀，我差点没捡到，忘记要捡掉了。下去，霸我！我要验证这个翔虫的线刚不刚，勇不勇，硬币。啊，合格，够细，够硬，够哦，破坏部位奖励。
我是去观台。哦，好的，感谢今天晚上的收看。我带你们去，对。然后我们去七兔的台，希望不要翻车。还玩什么？好像玩卡丁车那类的游戏。他最近都要玩卡丁车的，那卡丁车吧。好啦，先带你们过去啦。感谢你是不是一万？好像是欸，嗨一万安安，你多久没讲话了？好啦，感谢啦，感谢大家，我们移过去吧。我以为他们会今天开台，僵尸跟那个谁，不是喵，他们今天好像本来有说要有个活动还是怎样的，没有行程，辛苦陪打没有啊，因为我要顺便练等。好啦，那过去我们可爱兔子妹子的台，乖点啊，就可以多待一下，多听一下，他声音真的也蛮好听的，很耐听，欸，也很可爱啊。其实还有一个人想带，可是他好像不需要靠我。好啦，大家晚安啊，早点休息哦。